刚起来承蒙很多明星的赏光光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觉得我们节目比较大家直来直往一点，可是其实说实话，有一些明星讲出某些话的时候 ，S 跟我也会冒冷汗，就不确定到底是什么状况。是，然后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大家自己回去离开康熙的现场以后回去都心平气和，可是好像有时候大家也不一定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下这几位明星他们在康熙暴跳如雷的时候是真的暴跳如雷，还是只是吓唬我们而已啊！欢迎各位明星，你们好。欢迎。你觉得这六个人当中情绪有问题的人是？曹大哥，今天很像嘻哈巨星。你没有看吗？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么像嘻哈巨星。哎，他叫什么 ？Miss 啊 ，Miss 葛仲山 ，Miss Cole 嘛，一杯，一杯，一杯气。所以你就知道谁的情绪比较有问题，情绪超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很好，我很 OK 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帮他们了结一段公案，因为曹希平大哥在各个节目当中催促一卷录影带，已经催促很多次了。今天呢，债主坐在他的旁边啊，对啊，潘若迪先生，请麻烦解释一下录影带怎么落入你的手中的好吗？其实也他也不是，他这个不是这老家伙也很奇怪，什么老家伙？不是，假扮老家伙。因为我跟曹哥认识快，刚刚那个是真的是真的。我跟你叫他老家伙，真的很没礼貌，因为你自己也不年轻哎。对呀，自己五十几在讲人家，所以我才敢，五十，曹哥超过五十 ，OK。录影带到底什么东西啦？那个，我跟你讲，这样说好了。有一次在某一个节目里面呢，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讲嘛，不是不是啦，你不是哪壶不是才跟我跟那个完全没有是一个综艺节目，怎么方言都出来？很久以前的，对，很久以前。然后那集刚好是我跟曹哥一起。那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早就认识，原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变成有一阵子走得蛮近的，是我们也住得近。他住八德路，我也住八德路，所以就住得近，我们就常常这样。谁住八德路？光复南路。光复好，光复南，光复南，光复南路。连地址也会惹毛你，你知道吗？不是。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熟了。熟悉之后呢，然后呢，有一次在节目上，因为他跟其他人曹希平生气，就提醒我们只可以聊录影带事，对不对？对。好，你好好聊录影带事。好，比如说现在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录影，对不对？那因为这个里面只有我跟曹哥是最熟的。对。我跟曹哥熟，曹哥就常常我们两个互相会有一些动作或者是一些话题。然后那天刚好人家讲说，哎，你对胖宇多了解？我对胖宇我太了解了，什么？我跟你讲，你知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录影带在我家，在我家什么时候没还？如果他讲讲那个时间，照那个时间来算，将近快20年了。谁会记得那样的一个东西？录影带。20年的事情，谁会记得？所以我记得啊。他记得，那我就变成我一定要附和他。那他搭一枪，我一定会跟着配合的。我就搭一枪啊！对对对对对。其实从啊自始至终，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以你说没有录影带这个东西？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个，他就跟我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知道他讲的那个剧情的内容哈，曹希平快要爆炸了，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说你没有拿到录影带就对了，对，而是你忘记了啊？他明明记得，他有拿给你，他记得他有拿录影带给我，对。然后我说我是不是记得这个？我自己并不清楚，因为我知道我家里非常是你们两个到底哪一个要去看脑科啊？没有，等一下，那个其他他讲，讲完我再来讲啊。对，好，那他就说好，这个录影带在里面，我就从那次开始就附和他到现在，然后他现在开始每一个节目就说啊，他欠我录影带没还。我基本上有收集一些从以前留下来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上节目的片段，对，如果他真的是有给我的话，我可能要去翻箱倒柜，跟找，可能要找一两天才找，因为我有个仓库，我可能找出来。然后第二个，他说我参加什么六等奖，然后什么那个节目是谁谁谁，我没有参加过六等奖，五等奖啦，也不是五等奖。你再想一遍，来，我没有。那个导播，对不起。镜头对着他，他说他从来没参加过六等奖，来看清楚。我有这个节目吗？他讲，不要讲，先不要讲，让他讲啊。我讲，我要录影存证来讲。我记得你真的，你有去参加过五等奖？五等奖我是跳舞比赛。对呀对呀，跳舞比赛。然后我参加六等奖，我没有参加六等奖的原因。他没有参加六等奖，来再讲一遍。我记得我没有参加六等，我参加那次叫这个节目叫做热歌竞赛，是那个谁，王梦玲跟金佩珊主持的。OK。热歌竞赛不是六等奖，然后那个录影带内容是你们两个同台的内容。不是我一个人在唱歌，他刚好在家里帮我录下来了。他可能是录下来，他就说：“哎，我这……”他说：“你在扯什么东西啊？”他说：“我这边有剪你的带。”乱讲，乱讲，我不能接受。你这样节目不要上了。他怎么？你这样怎么乱讲了？我理清一下，所以那个录影带里面没有曹大哥，是曹大哥录你的画面。他说：“我给我看他，我这一卷。”他借你看，结果你没还给他。他说：“我没还他。”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所以曹希平不是你录他。胡说八道。那是什么？你录什么？杨秀慧，比如我举例，杨秀慧一辈子参加一次歌唱比赛叫六等奖，对。
他把录影带给我看，我一看到里面说，哎呦，怎么有潘若迪？我打电话给潘若迪，潘若迪，你有参加那个六等奖？他说你，哎，你录带给我看，我拿给他看就不还我了。OK， 意思是他跟他朋友，他曹大哥跟朋友借的，杨秀一辈子参加一次，对，没有杨秀一辈子。那我们就去跟六等奖的制作单位再拿一卷录影带。不是这个问题，已经没有那个节目了，那倒了。没有，我现在问题是在说他为什么一直否认这件事情？那你当时把录影带还我就好了嘛？他一直说没有这件事。你那个朋友如果没有再跟你催这卷录影带，就不是让他过去了。人家不管催不催，我不管，那是我的心理一个。他的信用问题吗？可是我借了就要还人家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就讲说算了，今天开始就。但是我觉得潘若姐的态度是更糟糕。每次我跟他讲，他就一放没有啊，根本你忘记，他就我老人哪里？不是我老人痴呆症一样，对不对？你带来了，你有带来吗？是吗？我跟你讲哈。你看他承认了吧？有时候还不在看吧？你有带来吗？我没有在讲吧？啊，在哪里？坐下，你坐着坐着，拿出来了吗？你现在空哨子的动作有点变慢。你都闭嘴！而且只有你有。哎，什么了不起？怎么样？你找到那卷录影带了吗？真的，我跟你讲，不管这个录影带是从哪边来，他一直很 care。那 care 其实这录影带就是我在唱歌嘛。那我想说，你是要想看我呢，还是想听我唱歌呢？还是要这个带子？对。那我现在想，我真的实在是找不出来。我们想看，我真的找不出来。所以我昨天晚上特别看潘若迪整形后，我昨天晚上特别花了心思去把这卷录影带做了出来。它虽然不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了了一番心。这不是真的吗？这消息还得死人的吧？真的，谁做的谁啊？就是我特别就为他做的，我有心就为他做的。哎，他是六灯啊，这是他自己用纸做的，这是我自己用纸做出来的，对不对？我想说，好吧，做的蛮好的。那我没办法给他，我其实最快方式，我就直接我用烧的会比较快，还蛮逼真的耶。其实基本上我其实还有什么车子啊，还有房子，如果你需要跟我讲，我都可以烧给你。我今天如果在讲，然后讲这句话，如果是潘若迪现在一直在处于这种态度开玩笑的话，我下次就请那位当事者来康熙，当事者还活着。潘若迪今天花心思做了这个假的录影带，你会不会比较不生气？他好像是很勉强这样子，好像把这件事情就啊糊弄糊弄过去就算了，就拿这个然后跟他呈现道歉。对了，可是他拿给，可是曹大哥愿意收下这个吗？你就他的呈现，我不要收他那个录影带，吓死了，什么录影带？我一放过去啊，一个鬼！我很用心做，而且我写一个讲，你给曹大哥吧。曹哥原谅我，原谅我好不好？原谅我，原谅曹哥好了，快。小 S， 你就要原谅吗？原谅我，亲一亲。亲一个嘛，曹大哥真的人生在世不要有太多敌人。对啊，没关系，不要这样丢电，我们好歹弄花很多时间。这是空的，我女儿都没有回来睡觉。他是纸做的，不是不是，因为有诚意啦。不是我们有诚意，看我们还把它弄出来。我告诉你，曹哥谢谢。你是有孩子，不要这样子做事，你不要这种态度不 OK 了。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不是开玩笑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公平，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六等奖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有我都参加，我有。当时唱什么歌？那一剪梅。放屁，梦驼铃。好梦。唱什么歌？所以潘若迪唱过《梦驼铃》吗？他是不想让人家知道说他以前想当歌星，六等奖就得了一个灯，他非要否认说他是六个灯。他只得一个灯？对呀、啊，他反而说他六个灯，我说你哪有六个灯？那你把袋子拿出来啊！这个东西袋子拿出来嘛！我要澄清哦。因为他也是在那边讲说什么，那六个灯啊，一个灯，一个灯，一个灯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出现对啊，很多人叫那个主持人叫李明景嘛，他说我们来看灯数，来一个灯，一个灯，一个灯，那是六个灯，他只有一个灯啊，他不承认啊，他讲了三次不是三个灯吗？对啊，讲了三次，他说一个灯，一个灯，一个灯，对了，他那个是两个，确定他会说两个灯。四个灯，五个灯，结果就他看那个灯，他看了重复一个灯，就本来只有一个灯，停留在一个灯，很有名，开始停在一个灯，就是一个灯，他想会到第二个灯没有，一个灯，一个灯，一个灯。潘若迪，你就承认这件事，就好好跟人家道歉就算了。我记得我唱的《梦驼铃》不是在那个节目，你要不要唱两句？很多唱两句借我们听一下，唱一下啦，是吗？还能高风望故乡。黄沙万里长，这不止一个灯啊！没错，他就觉得我是一个灯，这应该不止一个灯。所以他就认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就一个灯过。所以说要渡悠悠的那个之口了，就是把录影带拿出来。所以刚刚他那歌声应该起码有三个灯，最少三个灯不过。结果人家真的是一个灯，一个可能是因为那天的评审的状况。可是他那天他在别节目讲说，其实他唱那个是《一剪梅》，然后《一剪梅》一个灯。咦，就一个灯，所以出去外面前全部都叫我。所以一剪梅那个咦，你也会吗？他会啊。一剪寒梅
傲立雪中。你会唱歌哎？对啊，我就跟他，他唱好我音乐。曹大哥本来是要当歌星，后来到底得了几个灯呢？一个灯啊，一个灯，一个灯。赵正平健身有成，小 S 人不忘搞笑热忱。你是不是很希望王波？当然不要了。你若干嘛变态？不，你可以试一下。我们今天是情侣装了啊。侧边的腹肌这边嘛，哇，子弹肌嘛，你不要，你放松，你这边有凹进去耶，对对对，是不是被他偷走了？夏克立今天来，我很意外。我来看秀而已。你 EQ 不错吧？我的什么东西？你 EQ 不错啊，就是你情绪很好啊。我还好 ，OK 啊。不会吗？不 OK 啊。失控啊。他常失控吗？他只是讲话会突然大声而已啊。没有，他有时候会激动到，就他整个脸涨红，感觉他脑压已经要爆炸，就他真的很生气。他在生活里也会那样吗？那是他皮肤白啦，就会红啦。对，跟血压没关系啦。我只记得他常常讲故事，讲到就是兴头上就会很激动。很激动。好，我看看我们夏克立找到影片长什么样子。外国人是看起来比较老，就是我有很多朋友，我大病上去过去，他看起来像高中生。怎么会这样？对，很讨厌，对不对？就是女生的话，你会觉得哦，是女生，看起来很哦，谢谢，不要这样。可是你是男生，听到你还是看起来高中生，就是他讲的，去开会什么什么都觉得没有人要听你讲话，你这样讲话，要是再听到你要讲话，打死你脸，这样子的。在我心中，他还有任何事值得他那么激动吗？有，我觉得可能药物之类的。因为要准中人家，如果我说 S 姐，她会打我，不，我们打一巴掌。呜，很痛，很痛。我相信的，下一次这样子做，不要带这个，很痛。便利店的果汁，很多人说100%原汁，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让我很生气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了？我去买，我要买100%，我要买尖尖的锅，都是100%，都不是啦，买回家都是那个分类的，我就把那个哇，气死了我。要买一个小孩子一个全的东西，都写都可以写我100%。这个冷静，你看，好无聊哦，就这样，好烂哦，外面很冷的感觉，你就可以，还有声音，还有热聊，聊一下，一下有没有听到？而且还有声音。那个炉火是什么？这个是霍路的 DVD 啊，他们家的壁炉。壁炉啊，所以你是不需要别人激怒你，你自己会自爆。就是很兴奋的时候。那个火炉的影片在康熙播出后，有人喜欢吗？他们就觉得你们怪怪的，为什么你不喜欢那个霍路的 DVD？ 很多人说在哪里买的，我们想买。其实说实话，哎，我老公有买火炉。因为有一次我回到家，他就说 ：“baby， 给你看一个很棒的东西。”我说：“什么？”然后就按 play， 然后就是火炉。我说：“哇，好棒！”他还有买那个鱼，一直在游来游去。真的吗？鱼游来游去我还懂一点，火炉是要干嘛？他就说很有气氛。我这个冬天我们去拍一个节目在内地，然后我到内地去，然后带我的 DVD 一起去，然后我们拍完很冷啊，到房间去，然后放那个火炉 DVD 在电视里面，然后房间有，然后在那边会有个红酒，我觉得哇，好舒服。对，很棒啊，那个感觉。可是你有把它随身带着去工作？有。因为平常饭店的饭，你回到饭店你不看影集，你看火炉哦，看火炉就好了，就轻松一下。那你有放给你一起演戏的其他的人看吗？我朋友有时候会过来房间，比如说班姐也会过来我房间，我们会喝一点东西，讨论今天。哦，不，班姐又老打我。刚好讲这个故事给他听，所以我就打我。没事。所以你知道他变红，所以夏克立知道他跟班杰的事哦。啊，他们很熟吧？对啊，因为有时候就一起去吃饭啊，一些朋友啊。对，有时候一起去吃饭。你就不要骂我就好了。不要骂我，我就没事。刘雨柔有跟你讲，刘雨柔有跟你说不要提他跟班杰的事吗？为什么？我们就一大堆朋友一起去吃饭，对不对啊？你是不是觉得他哥也在啊？你是不是觉得他跟班杰交往干嘛不公开？潘若迪也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
你看，难怪最近看雨柔都不太一样，好像会飘起来的感觉，漂浮、春风得意的感觉，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还有在家练功啊，漂浮啊，漂浮。刘雨柔在康熙有臭过脸，可是也很难说是真的生气。我不记得还有生气过哎。好，我们把雨柔的影片播出来。我后来发现好恐怖，我竟然要面临就是拿了一张 A4 的纸，然后要选演员名单这件事情，其实很残忍，每一个我都认识啊。反正就是呢，那时候我在雨柔跟熊熊之间，我选了熊熊。你为了上围把雨柔去掉，是对不起。雨柔，雨柔，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初步的那个样子出现呢？我觉得像钟馗啊，那个。一二三，来，蛮好的。这是。这是什么啦？这是炭笔。你的化学生啊。好丑。可是他是会不带你出去玩呢？不要！那你怎么穿眼白啊？什么事情不要？他刚大特写，吓死我！越看越顺眼，我真的越看越顺眼。对，那是当道就没有选你，你是其实那件事我有一点真的不高兴，而且我他是临时在康熙说出来这件事。对，这件事是私下，因为我们这么好，我们聊天他都没有提过，因为我觉得真的好朋友如果有这样的工作，他应该会就是提到说，哎，可能最近因为什么什么关系，然后就没有选你。但我觉得这样如果有讲就还好，他突然在节目上跟我讲这件事，我就觉得还蛮受到打击。然后虽然说节目上我只有傻眼，但私底下就是那天结束之后我们去吃饭，我对这件事就还蛮耿耿于怀，然后就是有发脾气这样。赵正平选演员的时候也是大家都认得，可是没有选中某人，就不要跟他讲就算了，假装没这件事就好了。我认为舅舅还是认为跟你有那个交情啦，所以他认为直接跟你说也没关系，不然干脆不要说出口。对，要不然是不会讲。但是他认为他跟你的交情好，所以他认为你应该 OK。但没想到你当真嘛。赵哥，你今天是有画眉毛是没有？讲那个到底是怎样？叫进来，把那个谁叫进来吗？到底有点细皮嫩肉的感觉。为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妆很完整啊。我不知道，要问化妆师啊，问造型师他怎么弄的，我不晓得。哎，所以你减重成功后，你有在练肌肉了吗？有有，我今天跟潘老师讲，我练滚轮呢。他在练。所以你想要练到什么境界？健康就好。不要告诉我你现在是有腹肌的啊！没有没有没有，就健康就很紧实，紧实了。可是他想要练到要露，摸了要露肌肉，没有要露了，又干嘛露？你是不是很希望你又摸的又摸的？你是不是很希望我摸你？当然不要。对啊，你紧实一摸干嘛？变态！不，你可以试一下。我们今天是情侣装啊。你哪里最有自信？这边侧边的腹肌这边嘛，哇，子弹肌嘛。你不要，你放松。你这边有凹进去耶。对对对，因为滚轮是被人家偷走了。这是刚还是谁？我每天早晚有没有肉？早晚紧啊。这边摸了，他这边是凹下去的，那就成功啦。然后可是这边是肋骨哎。对对对。所以这也不算肌肉啊。这是骨头哎，所以骨头没有，它就是脂肪消除掉才有骨头露出来，对对对对，才有办法那个嘛，对不对？腰间赘肉也消，有没有变得紧实了？没以前，没以前胖。你捏我奶头干嘛？你很难准的嘛。胸肌怎么样？胸肌啊，有一些些，还不是很大。有要练很大吗？我也不去健身房，在家里练。刘雨柔，你上次上康熙是有一次安排。班杰跟康熙一起骗你借钱那次，哦，那一次其实我也还蛮生气的。然后我会觉得这件事是，如果说今天是潘老师做了一个这个戏，然后要跟我借钱，我可能当场就会拒绝他，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一个卧底跟你借钱，你会拒绝他？对，因为我会觉得你赚那么多，你为什么还要借钱？哦。我就觉得很危险。潘卧底与保姆泡澡，老父亲破口大骂，保护我爸晚上打电话给我。我就照原本这样讲哈，他说干什么？你跟保姆泡什么？你跟王梅梅打电话来说你跟保姆泡澡？爸，你那车已经很干净，你不要弯这个嘛，你弯这干什么嘞？你干什么泡澡？没有，你有跟你爸说以后不会再泡了？对。
在节目里面发脾气这种事情，回去会不会被经纪人骂吗？我其实通常不太会真的歇斯底里到大发脾气，但是通常都是在幕后，比方说录完节目，像班杰那时候借钱，我也是录完之后念他跟他经纪人，就我觉得这样很不 OK， 你怎么会为了要赚通告费，然后可能搞不好我的形象会大打折扣。是，所以你终于找到一个男朋友是能够让你心境平和的，比较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哦，比较缓和一点，对，要成仙哎，对啊，不是，我觉得就是很柔变很多，很稳，然后很舒服的，就是过生活，不会有太多杀气。杀气以前我就怕，就怕哎，你来个怕，该不该羞怕嘞？刚用多杀卡回来哦，他都觉得真臭兵哎，真的臭的要命，因为有完没有？现在到底有多吗？先看。石梅上秀梅姐，哎，怎么？哦，都温柔了。我觉得漂浮哎，外星人哎。所以你不跟他，你不跟他吵架，我很惊讶。我们完全没有吵过架，所以他是唯一一个你不跟他吵架的男友吗？啊，夏克里，我们讲错了。那个夏克里他们常吵架吗？要吃什么？他，我知道你要吃什么。夏克里，他们常常吵架吗？不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应该有点吵架吧？对，不是吵架，就是好玩嘛，就是斗嘴嘛。男生会去吃饭什么东西？斗嘴了，对，哎呀，不要吃这个，你叫你不要吃那个，你跟吃的干嘛？你不要在那边一直乱讲啦，老人。真的斗嘴还好啦，斗嘴嘛 ，OK 了。潘若迪在康熙没有什么生气过。有啊，跟沈玉琳打架，你忘了？哎，我修为算不错了。他跟人家飙车，就人家把。你碰到你飙车碰到人家拿枪指着你哦？对啊，因为以前我开 M3 嘛，所以就是他们会哎觉得有时候有些车子他会特别觉得哎呦这个车很会跑，就会在高速公路上跟你玩一下，跟你飙一下啊。对，那你就其实你好好开，他会在旁边这样这样。那我想说第一个要不然就摆脱他嘛，要不跟他玩，就是这样。那我就加速了，就我加速就后来他就差很段的很长的距离，后来也突然他们慢慢我就速度放慢之后，他慢慢开到我旁边来。然后我就发现他后面有一个窗户就摇下来，这样，他还把枪锤对着我那个，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枪是那种像 BB 枪那种假的那种东西，因为以前很多人很流行放车上放一把什么空气假的枪啊什么什么枪，因为他枪下面还有一个管子。结果你就当场大哭吗？没有大哭，但是大哭，然后就是赶快就把车速放下来啊。你不是有跟他道歉吗？有啊，就是我把车因为在高速公路上你不能停在路边嘛，就车速放下来，然后窗户打开这样跟他比这样啊。然后拍着背，对，然后我就这样让他走，然后他就开。你既然知道是只是不是真枪，你干嘛还这样？你不管是不是真枪，你也都不要去。还是有风险的。对，这种事情，如果今天是一个人，我没有在怕的啦。一个人，如果说万一有什么状况，当时车上有家人是不是？没有，没有啊，没有。哦，保姆。他们要去泡温泉。保姆刚泡完温泉了。你要讲，我要把你那个事情讲出来哦。讲什么？讲谁？你讲强兄。他永远都记得他的事情，他永远都忘记他在我车上发生的事情。什么事？因为他，我跟你讲，我车上以前有一个很香的一个香精，那是我一个同袍，就是跟我一起当兵很多年，退伍之后，因为车祸走了。可是我们曾经一起到大，我们很喜欢那个车上那个味道。那其实他哥那时候也是有一部很棒的车子，可是他很少开，通常都是助理带他，所以那就出去在我车上。你这样纯粹就忘了那件事情，更没这件事，你胡说八道。我也不用香水的，他不用香水，没错。但是我那个车子香精放在车上很香，很香。他就说，哎，为什么你上都会有这个味道？我说，哦，就是这个，是我朋友的。他说，编故事。他说，那你给我看。他说你给我看，我就给他看。他说，哎，好，那我回去找找看这个东西。对。结果他拿回去，他也没还我。到现在我也没拿回来。拿回去。My God！ 我也没记得，我想说就算了，又没有关系。什么味道的香味？就是一个橘子味道，水果味道的香味。屁啦！你胡说八道！真的忘了，我最怕那种味道，你还不橘子，你要讲榴莲还差不多，你讲橘子，嘴巴跟他们讲，现在跟他讲话累死了，明明没有事，他呱呱一直讲，我真的很想把他打下去。他没有了戏，你身手很利落哎。对啊。你好无聊，你才更幼稚，你看民谣鬼嘛，因为他是更幼稚啊。他喜欢乱讲话。潘若迪，我们要看你在康熙的画面哈。我。对啊，我们现在揭晓第四名。跟一直陪伴在我身旁的佩珍，感谢。我们还有一个名额，还有一个名额，还有一个名额。你觉得这还要看得下去吗？
你半夜打给花花是我讲出来吗？你再不乱讲话，再乱讲话，你还想我吗？我跟你讲，哎，走了走大走。潘若迪有跟他的保姆一起泡澡。好，好，我先细说，我给我一个镜头。你先出，我受尽了所有的委屈。你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谁跟保姆泡的？你再。是讲那个老保姆有没有？哎，上个礼拜回来了。晚上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就照原本这样讲哈。你干什么？你跟保姆泡什么澡？我爸，我爸说，隔壁的王贝贝打电话来说你跟保姆泡澡。我说爸，你不，那请我姐，你不要，你不要弯这个嘛，你弯这个干什么嘞？那你到底有没有泡澡吗？没有嘛。没，不是你，一定有本事，不是这样想。连你爸爸都相信儿子会跟保姆泡澡，因为你知道，因为老人家有时候住在一起，他们打麻将，会一堆老人家会见着，哎，你儿子跟他泡澡，你半夜打那个。六岁一定有讲嘛，对不对？对不对？是什么？来来，没有，火场上话太多了，我现在少讲一点啊。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变成他。你有没有跟你爸说以后不会再泡了？对。我是跟我爸说那是节目效果，你不要当真。我说他乱讲的。然后呢，好死不死有一次过，那刚好过年嘛，过完年的时候，陈怡那时候我带我爸爸吃饭，陈怡林在我隔壁桌，我就说你过来，你跟我爸解释清楚。对，他到我爸那边去，他说哎潘伯好，他说你说他跟谁泡澡，你讲。我说啊爸没有，不好意思啊，在开玩笑的啦，你小心，你不要再乱讲了。就是这样说，叫沈玉玲不要再乱讲。自己掰出来。对，没有，你问沈玉玲哥啊，他知道啊，因为那天我们去吃饭。所以沈玉玲怎么会有这个灵感，让你跟保姆泡澡？对啊。不是他，我跟你说那些的来源，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上讲，我对小朋友很照顾什么什么，我帮小朋友洗澡什么，他就顺手就搭进来。你也知道，他就跟曹大哥一样啊，随时会飙一句话进来。我没有，我都讲实话的。对他也是讲实话嘛哈。所以那保姆是。对，他就爬，哎，对，没有，他洗完澡之后，他会顺便再跟那个水那么多，就跟着就跟保姆泡澡，就这样，就是因为。是他自己捏造出来一个故事吗？就是从那一次之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我觉得不可能造谣，走到所有的地方。那么爱秀身材，你在保姆面前秀来秀，哎，我们一起泡吧。你什么时候？我可以换个年轻的泡吗？我干嘛跟65岁泡？你有点逻辑哦，你都几十岁了，你头发都可以白成这样子，你还要这样泡？不是你现在包起来是因为头快秃了，对不对？你个屁吧！你个屁！在想。幼稚，你怎么那么幼稚？都几岁人？怎么样？幼稚到极点。康大，你要是都冷静，开玩笑，开这种，对，冷静。下次不要跟我一起上。你这种上比谁还无聊。方新平，你现在谁无聊？你现在还有多久？还有多少个人你不一起上节目？很多。所以会不会渐渐你只能上专访？我没有关系啊，我每次上你节目我都跟你报告了、啊。是，我来第一次就当最后一次啊，不来就不来了，没关系、啊。最近应该没有人啊，你已经饶过小甜甜了。嗯，对啊，小甜甜我早就原谅他了，那康永哥的面子一定要原谅了。杨秀慧节目上被批评，当场火力全开反击。杨秀慧说她有次在别的节目里面，在帘幕后面摆姿势，就有一个小女生艺人讲你。她一开口说哦郑伊健，我当时在后面，我就拿起麦克风说。你自己才贱！我就把那个木挪开，哇！我就冲过去，因为它三层楼梯嘛，我就上去，我说哪一个？给我下来！哪个是我贱的？下来！给我下来！
慧说她有一次在别的节目里面，在帘幕后面摆姿势，就有一个小女生艺人讲你很。那个是一代女王哦，第一代的节目，他们刚开播的时候，他们是会找十个素人，然后他会叫艺人让他们去批判。哦。然后呢，就有一集我去上的时候呢，他们是要找三个很妖艳的女明星，然后在那个剪影后面，然后就搔首弄姿，让他们觉得哪一个比较有韵味，哪一个比较有女人味，让他们去批判。后来有一个素人他就说，哦，这个第三个这个最贱。哦，我一听到那个贱，我整个哈那个千手观音都跑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好像那恐龙已经要喷火了。是什么东西你会说我贱啊？我是偷到你家三角裤了哟，我是弄坏你家马桶哟。你说我贱，你如果说我骚，如果说我怎样，我都可以接受。他一开口说哦这个很贱，我当时在后面我就拿起麦克风说。你自己才贱哦，因为那个有变音嘛。然后主持人是曾国成，他以为我在做笑，开玩笑。哦，这个梗做大了哦，哦，这个哦火力全开哦。我说我跟你讲哦，你最好是不要给我走开，我现在就马上冲出去。你如果有种的话，就站在我面前，我就把那个幕啊拨开，哇，我就冲过去，因为他三层楼梯嘛，我就上去，我说哪一个给我下来，哪个说我贱的下来。你都不见，你给我下来，这样子，然后十个女生就这样。你骂人还蛮顺的耶，好黑哦。我觉得他骂国语不顺，他真的厉害。所以当时是骂台语还是国语？我骂国语，因为当时他们都讲国语。所以台语会更顺吗？台语更顺，更可怕。听一下台语的。是他不是只有这一段，他很多段。然后他有真的站出来说，没有十个女的都愣住。后来当场我真的就嚎啕大哭啊！我说我也是人生父母养，你真的哭啊？我真的哭啊！我说我也是人生父母养，我为了这个通告，我尽心尽力。对，我赚你多少钱，我是想说double的还你们。对，你请拿这些钱来请我，我想要表现更好给你们报答你们。我这样子我有错吗？我贱，我哪里贱啊？自己过来，自己过来，是没事。自己过来还这么激动，不要讲，不要讲，耿耿于怀。没有激动，没有激动，有点吓。后来他说，制作人说啊，停，先到那个化妆室哈，整理一下。因为我就哭得整个稀花，然后我就在后面，制作人说，那要不然我叫他跟你道歉，对，你可以原谅他吗？我说，他如果跟我讲出一个道理，我可以原谅他。对，好，那他这样羞辱我，对。我没有关系，但是我播出，我爸爸妈妈会看。对对对，是不是？今天你讲我可以 OK 啊？是，我爸爸妈妈情何以堪啊？是，他们也是花了好几个风头把我制造出来啊，是不是？也不一定。哇，那真的很好，是不是？他说好好啊，那你保证不要对他怎样？我说我不会，然后我就进棚，那女孩子就跑来。年轻人吗？年轻人，二十几岁。他说：“秀慧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生气。是，对不起，对不起，换成他哭了。我就又不忍心，我说：好了，好了，好，没事，没事。啊，不好意思，那我们就把它再录完整。对啊，所以秀慧，你觉得他们这种讲话态度对吗？真的，你这样不对。对对。所以当时后来发脾气的部分没有播出吧？没有播出。你跟你的朋友们绝对不会用到这个字。不会。”这个字对你们来讲很严重，好像上一辈的人很 care 贱这个字，是贝哥哥，就像人家讲嘛，什么老艺人啊、老屁股啊、老妖怪啊、什么老妖精啊、老蟑螂，我一听到那个老字，我就说你家没老人，你家没死人啊你。所以这样以后就是叫你蟑螂就好，不要老人。蟑螂不是意思一样吗？不是，因为你只 care 老啊。对呀、啊，就不能蟑螂也不好听啊。就是妖怪蟑螂。那他招个谁？招个青蛙、啊。对，这样讲，大家已经忘记了。发的，捅我干嘛？他干嘛没事捅你？他现在是 Anthony，Anthony。我说 Anthony 没有讲话，是我 I wanna him say something。Anthony， 啊，杨秀慧的那个在康熙应该算是很平和的啦。冯芊芊，我今天看到了秀慧的造型，一见面就称赞说，
姐姐，你这件衣服好漂亮，要怎么讲？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而且穿起来真的……给我住口！看你笑话了，真的？你有事吗？你应该找媳妇才对吧？你没有，是慧姐，你们两个很配。可是我觉得他跟你很配。对，慧姐。留下来，我跟你讲，你明明有一任男朋友的照片有给我们看过，长得跟他一模一样。死的话，我真的不能接受。那你不会要前三吧？我那是如果有的话是很好。好，两个一起揭晓。好，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谁。那最后两位，请看。哦。会收到一些比较奇，就是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搞，我听他讲话，我很想哭呢。奇怪的东西只说情趣用品吗？情趣用品很少啦，他送的不是情趣，很少收到情趣用品，有很奇怪。你刚不是说有收到？现在又说没收到，你到底怎么？你们这不是什么三年呢？看我们就拍照遇见。知道啊，我为了那个小男生啊，我这样骂他哦。那个微博有人骂我，你知道吗？哇塞！那后来就有一个粉丝哦，就跟我讲说：“秀慧姐，我跟你讲，因为你骂他，他现在微博一天哦，那个粉丝爆冲3万多哎！”你看，我说，你看，我说肌肉男那个是吗？对啊，就是那个就讲话不清楚，对对，傻傻的那个男生啊，就刚刚那个。OK。他说他一天爆了3万多的粉丝，所以你都看微博的粉丝的？因为我没有微博，就是有一次张克凡说：“秀慧姐，你跟我拍一张照好不好？”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次不是选说谁出唱片会输给谁，谁会不甘心，有没有？张克凡就说输给我，他死都不甘心，为什么会输给我？然后就那一集，他就被那个所有大陆的粉丝公干，说为什么可以对我这么没礼貌？然后所以呢，他就要跟我照一张相片，摆在微博说，其实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你不要再骂我。他说骂到他家祖宗18代都骂我。他休息，我跟你讲，你要赶快开微博，而且你要在康熙说你有微博。就你开了没有？我结果我就开了，真的有很多人，我不相信有人认识我。他有，你有上康熙就会有人认识。所以你现在微博人数多少？我才开差不多就2个礼拜，已经900多了。刚开多少？900多人还是900多人？然后2个礼拜啊，我都没有在节目上说啊，他们就一直说秀慧姐，秀慧姐，你今天说了人数，我今天说了耶。我现在小孩子，你帮我说一下，你真的说完，你看我变17万人嘞！哇哦，你说微博还是脸书？微博啊，因为我本来1000多人啊，你骂完我以后，结果大家赶快关注曹曦平大哥的微博，因为他一半已经进棺材了。没事没事，跟我没关系。珍惜老艺人。看赵正平先生在康熙，去做了尊重女方的事。他如果他一起看，他很开心。如果讨论到我的身体的问题的话，啊，我也会老实跟他讲。你身体的问题我也做得到，身体的问题就直接明讲啊，是那不难。这种事你们为什么看得那么淫秽啊？我就不懂哎。今天你的脸。如果今天是李四端跟我聊，我真的什么都跟他讲。他跟赖玲恩是真的亲到了吗？嗯，安全之吻，对，那安全之吻，那一次不错，帮我办的就是蒙的，还没死呢，是不是？康熙帮你带来了很多，评论家有来。你气归气，你气归气，对不对？曹大哥跟你说的，不是我逼你的。这个还是我讲回来，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好，上节目不一定要积极精彩，对，但是希望能够留下一抹云彩。但是你真的是积极精彩啊！你大概讲完，你再讲，讲完就跑了。我是夸奖你啊！我讲完，你等他讲完了。那你狂笑啊？对，你不是因为你是前辈？对，我就是前胸贴后背，没关系。
就是前辈。一直到出了门以后，那个警卫他说：“哎，赵先生，您挂号是不是要收一下？”警卫认得出你来哦，认得出来，谢谢。所以警卫有没有讲？那是你。就是你割完第一天回家，警卫没有这样，你知道 shake his head。没有没有，反正就是这样。所以警卫也得憋住他的 surprise， 是不是？警卫有没有问你在哪家割了？你今天不是连你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瞎，就是问这个问题，稍微自己有点程度好吗？提升一下自己啊！对了，你们美国人比较有水准。那个路线有走比较秀气的路线，比较文青哦。对，真的吗？对啊，你故意有压住你的怒气是不是？那应该说，先擦眼影嘛。赵哥是带着文青的流氓哈。嗯，不是。不是，应该说就会改变吧，总要改变，人总要改变一下嘛。所以你是想要洗心革面是不是？我又不是什么受刑人，我他妈洗心革面干嘛？我觉得办法，他想重新做人呐。赵哥说他当时敢勇于呈现这个成果，是因为他觉得你也整过牙，所以他觉得你一定会有同理心。哎，想很好，他有那个，我们都不好意思伤害他。整牙有什么？整牙跟双眼皮是不一样的事。不是，你不止，应该也有很多的，对不对？哦哦，你但我们就不要讲。Like what？这都不是重点，我就是说，你讲英文吗？对，我们要用一些，这就是重点。What do you want to say？ What do you mean？ 我意思是说 ，English。Try. I'm sorry. Not good. 赵薇太可爱了，太。I'm sorry.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干嘛叫安东尼啊？就他。我神经病吗？那你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你知不知道？David。David。你干嘛取英文名呢 ？David 了 ，David。我的英文名叫 David。不是你干嘛 ？David。你干嘛取英文名？大卫。David Chow。大卫。Why？ 你为什么要取英文名？哎，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取一个啊。好，我们最后看曹希平先生在康熙。我说我的个性在演艺圈我是很直，然后我说我不喜欢跟他吵，我吵一定是有原因的吵，就像小甜甜在那个国帮帮帮忙讲我，不要人讲我干什么？Okay. 我就是直来直往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对不？你看陈汉典刚刚没跟我打招呼，我也不会生气啊。但是我真的有很有礼貌来吵吵。小 S 里面跟他讲嘛，演艺圈有两个人最记仇的，说一下。我想应该就是你跟罗姐吧。好皮哦。对啊，好像四个漫画。好年轻哦。我们自己吧，你们讲的根本都不正经，上面。真的没看到，你反不是，曹大哥，我们不要称赞他，不要称赞他，你说一个方向啊，我们要怎么活？一个方向嘛，我们那么远。我跟你讲，你们前面要帮我做一件事情，好，下次你找那个谁潘洛，等一下把录影带还我，那录影带拿了三四年不还我。你说是录音带吗 ？VHS 带，你还可以播 VHS 吗？哭了。不是，你讲到录影带这三个字，我一定要大哭。不是，我不明白是你是我们康熙为什么要管那么多？不是，你录影带自己拿药，为什么还在康熙拿药啊？人家跑，你怎么自己打？因为我们是邮局啊。那我在讲的录影带不是我的，是别人的。你那边给我来，哎，他发型变化了。因为我觉得我是对自己做记录，所以你是求新求变哎。那我有一天如果不上电视的话，我最起码你们以后要搜寻我的影片，可以在 YouTube 看。哇，曹哥真的变化好。我们为什么以后要搜寻你的影片？没有，我说有一天我们自己不，说到或者有一天他不要我了，或者有一天我不想做了。哎呦，你不会，你会一直留着。今天看起来其实大家的 EQ 都还蛮好的，很多是可爱的发脾气，就很好玩。不舒服就是要讲，因为有些小朋友你不教导他们，他们会觉得说。他都认为他们自己真的很红，了解。那事实上他们更没什么作品，为什么过完一个年要上架？那我们现在我们出来34年，拿的跟你们这个才红的一样的价钱，我们心里不能 balance， 我不能英文吗？不可以。Forget it.
Just money, OK？ 是不能了解了，所以我们要更认真，更努力。还托你说一下，你不要扯到我，丹妮跟丹妮一起加油。谢谢你们今天来玩，谢谢。